摆看到像你这款的病人，会当休困唔休困，一定要四界乱乱说。我行走的范围，不过在这片小地方之意，安尼就真大咯。你也想要去倒位？魂斗山吗？我看你半路凊彩一个摇头卡，就可以将你拍死。我这敢真正真软，这敢都问我，你自己真清楚。所以有许多的事情要如还忽悠你咯。反正我欠你都丢了，你又在想什么？真死想，凡我做事既无团人，菩提宫该由谁使用？又无想出办法，苦心难度，这确实是难的。不过，我们一定要用上古的方式，才能渡去菩心。我诈骗国王古气。并且并无其他公式的记载，连菩提界来历史你也看过了。我赞成三九大僧带我进入定心厅，也见过摩尼上师以净琉璃菩萨。有了，我记得菩提宫的面顶有一行的碎字，写什么我看无，说不定与提速菩萨有关。我不以为，如果菩提宫上有此记载，那五年法僧就不是将灵心封印在红莲岛上，碎的也是。不过我认为这项碎字也是另有含义，你能将之托印一份让我关心？我的心上就托印本，为了最佳菩提宫，我是花费真济精神啊！来，就是这张你看卖的。宫殿如盘酒，气照流清行，穿空星魂开，境破足天平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买个五六金光啊！可以，你的耐性变差了。好，你若唔讲，我嘛不必听。那咱回去吧。可以，你爱我自己杀回去吗？其实含义真简单，就是同人民相聚，共建全景，共建全景。你是讲菩提宫可以下穿某一个境界？传闻境界之外，有虚无之境，名为青云河，此境神秘莫测，世人只知其名而已。这样不是甲仰天宫同样的功能？那真是不是要有一支贵境器？功能虽相似，但大有不同。菩提宫是写出一条人界与千魂河之通道，可是是写出一条极道天关，而且一时所解，只要写出六千一般境道即可，真非是必要之物。果然与提速菩萨完全无关，被讲了，也许可以将因变得有关。三。亚青前辈，哦，今秒的时间到了，来，回来去吧。